演出哦，让大家不用到三峡，现在直接就可以欣赏到这个在地最具有这个传艺精神的一个演出了。大家都知道陀螺呢，其实是我们中华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表演呢，从很久很久古代的时候就有了，流传到现在。那各个不同的一个陀螺的一个演出呢，其实呢也都可以为在地带来很多的接地气的感觉。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更了解我们的新北，也欢迎大家持续加入我们新北阅读节的活动。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的阅读市集在市民广场的前方，现在距离我们活动呢已经进行到倒数时刻了，希望大家赶快把握最后的时间，不管是想要参与亲子 DIY 的，或者是绘本游戏区的朋友，还有我们前方六大帐篷，用不同的一个角度，不同的一个方向来走读，来阅读新北的朋友，都要把握最后的时间点了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三峡地点陀螺队，欢迎您。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，谢谢妮妮的主持人。那我们是来自新北市三峡区的三峡地点陀螺队。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要跟这个读书阅读来扯上关系呢，我就是希望你们看完我们的表演以后，像你们阅读了一本好书一样，会把它放在你很理想的书架上，你会不断的想要拿出来阅读哈。那我们精彩的表演马上就要展开了哦，来先好，谢谢，真是谢谢你们的掌声。我们三峡定点陀螺队带来的第一个演出叫哦，对不起，队长说要敬礼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演出叫做六六大顺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师傅手上呢都有六颗陀螺在哈。那等一下呢，你就会看到地上当然就会有十二颗陀螺在旋转。那其实人家常常说呢，外行的你要看热闹，那内行的你要看门道。其实这十二颗陀螺经过我们日本的观众朋友，他们真的认真的看过，它有三颗呢它其实是顺着时针在转，那另外三颗呢是逆着时钟在转哦，这真的是要内行的人才看得到哈。哦，我们师傅刚才撞到了，所以他有一点没有成功，但是没关系哈。来，紧接着呢，你看到的是我们家的队长呢，拿着他制作的道具哈，他要把它送到一个定点上面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定点陀螺队的意思哈，它就是每一个陀螺呢都要落在定点的地方。这道具呢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哈。紧接着你看到的这个道具呢，你一定都非常的熟悉哈。那注意看一下哦，我们光缠陀螺线的时候都是有口诀的。我们到很多小学啊、幼稚园去教学的时候，小朋友们都超认真的学习哈。这个呢，大家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它是乒乓球拍哈。那这个乒乓球拍呢，要到它的定点呢，要跟我们骑奥特曼赶快，要两段式左转哦。它的第一段在这里，它的第二段在哪里呢？在不到0.5公分的定点上面。这就是我们家另外的定点陀螺。那你们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哈，我们家的陀螺很好玩哈，它不在地上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家的陀螺跟电脑一样哈，我们不断的跟时代接轨哈。我们家的陀螺呢都是往上提升的哦，看到了，大家看到呢，这个道具呢都是我们队长他自己做的哈。我们还带他去过大陆表演，去过美国表演，去过加拿大表演，他是坐过飞机的哦，原装的哈。那容许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们队长他们在练习定点陀螺队哈，这个是我们家最简单的定点，直径是15公分。队长跟我讲哈，他开练的时候就是100下起跳哈。来，我们先看他们三个人，这个会比赛的哦，看谁比较厉害哦。哦，有人已经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，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基本功。再来，哦，马上就见输赢，你看看哈，每一个人的抗压能力都不同。哎，我们家的小帅哥笑了哦。哇，哦，你看看，
第一个打中的人没有婆拉虾哈，后来居上的人反正婆拉虾看大虾，对不对哈？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这么好哈，总是会雪中送炭一下哈。好，紧接着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道具哈，我常常都在说我们家的道具哈。你看到什么，你觉得它像什么，它就是什么，然后它就给你带出你不一样的感觉出来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有人说它是葫芦，那就代表祝福你们福福气气，但是我常常都讲它数字八，数字八代表着一路发发发，这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最喜欢的事情，一路发发发。那我们家的道具很好玩哦，像考试一样哦。你们注意看，它总共有三个定点，那你觉得它哪一个是最难的？打不中就是难的。我们家的队长又打中，再来看看。哦，这位队长，你可以坐过来，你可以坐过来看着他。中间这个呢，它是最难的点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它设计的时候就是故意把它设计的这个框框这么小哈，所以你看看哈，数字八代表着一路发发发，然后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发发发大财，好不好？哇，接着这个道具更加粗糙，这个道具呢陪过很多明星摄影过，然后我最记得的是那个紫薇姑娘林心如，她看到这个道具的时候，那个吴宗宪呢当下要陷害她，她叫她就站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她真的蛮听话，就站在那个地方，而且还吓得花容失色哈。然后这个定点呢总共有五个，大家这样应该看得出来，它有高有低，然后有大有小，而且呢它会有一个最难的考题，让你先看一下哈，看看你猜得到没有，来了。第一个绝对不会是最难的哈，所以不用鼓掌，谢谢你的掌声。好，来咯，两个定点咯，第三个定点咯，想当然了，还没到哦，最难的还没到哦，第四个定点好了。我哎，这些帅哥，你们刚才有给人家掌声，你们怎么没有给我们掌声一下？第五个定点来咯，因为他要飞过两个定点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出来？因为他要飞过两个陀螺才能到达这个定点哦。这是我们家的五福临门，祝福大家哈，什么事情都福福气气，好好气气哈，好气啦！哇哇，这个道具是不是？我看看，我们家的道具其实很多，我都要再瞄一下才知道他们要上哪一个道具哈。哇，这个道具呢，我们去美国学校表演的时候。他们我就这样一拿出来，因为我在我们台湾的时候都讲它是步步高升嘛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拾级而上的嘛。那谁知道我去美国五个学校表演过哈，他们的小朋友一看就跟我说，哇，它是圣诞树，好吧，那就是圣诞树。来喽，它一样有五个定点哦。然后这个陀螺设计的时候最难的定点，它是把它的高度增加。它现在最高的那个定点是180公分，我们家的定点陀螺高度往上拉。难度就增加了，我啊，谁在打？哦，这个机会是二分之一。哦，赞，好，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，这是我们家的步步高升，祝福你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步步高升。哇，这忽然间我有一个画面，这个道具呢？不骗大家，是为了要上明视的节目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家的道具都亮过相了，可不可以做一个道具出来？嘿，我们队长呢不辱使命哈，然后就做了这个道具，然后我都还来不及，不知道帮他取什么名字的当下，我记得明视是给我们打什么？哦，圆圆满满，所以这个道具就叫圆圆满满。那队长跟我说呢，他会想到用瓶子来当道具呢。瓶子希望是平平安安，就希望你们手中的小宝贝呢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的长大。来咯，最难的在哪里？一定是最高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高度跟刚才的高度是一样，但是它的定点不一样。哇，我们家的师傅今天很厉害哦。来咯，哇，咱人就是这样，不可以飞的，
加油！好，队长来了，队长有没有信心？你有没有信心？哇，总是要有一点抓狂哈！来喽，加油，帅哥！哇，厉害哈，很厉害！那这个也是这样一路冲天哈！啊，祝福大家，一样都是步步高升。哦，好，大家跟着我，跟着我干什么？不然你们不知道等一下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家现在这个呢，我记得我们去江西摄影的时候啊，他们问我说这是什么道具。我真的不骗大家，大家如果去过我们三峡的话，应该知道我们三峡有个大爆溪哈。然后呢，我们队长当初在用这个道具的时候，成功的时候哦，他还兴冲冲地拿着他那颗那颗宝贝陀螺在这里，这颗陀螺，他跟我说他要带他去大爆溪，他要飞越大爆溪。哇，这是他心爱的陀螺，真的不骗大家哈。这比他儿子还宝贝的宝贝哈，结果呢，幸亏他还有带回来哈，可见他那时候是成功的哈。注意看一下哦，我不知道那个摄影大哥，你有跟着我对不对啊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来给你一个最好的，你等一下还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走对不对？好，他跟你比了，你看得懂哦。来了，不用 focus 在他身上，是这个红陀螺比较重要。好，那大家看着我，跟着我走，你们就知道这颗陀螺在做什么哈。你们看一下哦。来了，摄影大哥，赶快跑吧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今天还拉得很长哦，今天拉得很长哦。来了，来了。哟呼！哇！哦，掌声鼓励的时候，如果想再看一次的人，想要看一次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原来不吸引你们是不是？Uncle 是不是？谁 Uncle 比较大声？我要来你们这边表演就好了。哦，这边比较大声，我们就来这边表演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行，要公平哦，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哈。那你们如果呢有去三峡，三峡有个老街哈，它都有一个兴隆宫妈祖庙哈，那是对我们很好的一间庙宇哦，它有柳条哈。我们假日呢如果没有出门的话哈，那就会在那边表演。那像哦，我们是没有很显性的观众朋友，但是我们有很多隐性的朋友哈。像我们去美国、去法、去那个加拿大的时候，都十几天，然后大家都去庙里面问说：“哎，三峡电子陀螺队怎么不见了？”我才知道说：“哦，我们也很好，原来有人默默的在关心着我们。”好了，这边刚才最大声的 uncle， 赶快来看这边，在这边，来喽，来喽！哎呦，摄影大哥不跟了是不是？还是摄影哥大哦，在那边，来了来了，再看一下哈、哦，哇！这个的原创，我们队长都叫他蜘蛛过。他跟我说啊，蜘蛛呢只能打圆转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希望他的陀螺呢不要像蜘蛛在原地打转。哦哦哦，好好好，我现在知道了。我来找一位觉得我们家表演很厉害的人，我来看看。哇，这位太太是吗？哈，你刚才一路支持我，对不对？来，请上来。哎，啊，你不敢是不是？拜托啦，你上来让我帮忙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家没有道具可以表演的。好，那把你现在的帽子交给我，好不好？帽子交给我。好，我一顶给你换一顶。好，你在那边，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脚印？哇，这个太太真好，你看，好好 Q 哦，你看。好了，你们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一定要给她热情的掌声哦。好了，你不要紧张哦。你不要紧张哦，然后你等我，我去拿一个东西给你哦。你不要紧张哦，你像小朋友一样，我需要给你一个糖，给你骗一下哦，所以你不要紧张。然后呢，你等一下会有三颗陀螺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那刚才这个是你的什么？你的朋友是不是？来 ，VIP 给你站，你要为了他摆你觉得很漂亮的 pose。你回去，哎，对啊，陀螺等下打上去以后，你可以任你摆 pose， 你可以回家当桌面哈、哦，你可以回家当桌面。那你会不会很紧张？啊，哦，他说他的头发，他的妆融化了，会有一点重量哦，你要拿出吃。你觉得谁不行是不是？哦，好好好，那你头不要动了，你头不要动了。
好的好的，你头不能动哦。好了，来了，哦，赶快把它罩起来，你不要动哦，千万不要动，你能动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哦。来了，好，你可以往前没关系，往前没关系，来，我陪着你往前，不会掉，掉的是你要陪我哎，好，不会，你要用力用力，好，摆一个 pose 很帅的漂亮 pose 好不好？我就不要跟你拿，我就不要跟你拿。哦，谢谢你，好，很感谢你哦，这么好 Q， 来，我把帽子还给你，然后我送你一颗陀螺，谢谢你的帮忙哦，谢谢你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好，好，这边可爱的人，这边有没有？大朋友哦，小朋友我没有办法哦，大朋友，请问你是大朋友吗？应该不是对不对？大朋友，有没有爸爸妈妈愿意上来的？妈妈是不是？妈妈在哪里？快一点哦！这个妈妈过来，好，没办法，你笨笨，好，可是妈妈没有人可以帮你照相，是不是？你有笨可以帮你照相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记在你的头脑里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这位帅哥，你看这么 nice， 你看看，好，让他们互相留一下，他愿意帮他照啊，来，好，好，哎，小帅哥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请你上台，请你在这边原地等候哦。好，请你原地等候哦。你看哦，前面有人可以模仿了，所以这个人就驾轻就熟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他也不害怕。我赶快再来准备我的陀螺一下。好，那你不要紧张哦，你千万不要紧张，一点点紧张就好了哈。还是我来打好不好？你觉得我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哦，怎么这样子呢？我刚才还亲手把陀螺交给你，你还跟我讲这么大声，故意给我听的。哎，不骗你，我还真的不会打。我是出去给取而已，我不会打陀螺，谢谢你。来喽，不要紧张哦。来喽，那这位亲爱的妈咪，亲爱的妈咪，你的粉丝在这边，你等一下好了可以往这边走。好，刚刚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跟妈妈加油一下好不好？跟妈妈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妈妈加油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喽！等一下妈妈会过来这边，你要帮她拍拍手哦。哇，亲爱的妈咪，来，我们给我们的宝贝看就好了，千万不要给别人看。来，宝贝上来，宝贝上来，宝贝上来，来，上来上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不是，看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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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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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笑哦，赶快笑一下哦。哦。哦，这位摄影大哥真的是最好的人，你看看，没了，那我真的没办法，好，没办法哦，哈 ，OK OK， 好，谢谢大，哎，那个谁，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很好玩，再来一个，哎，这边，快点快，你什么气头？没有气头，还是你有小朋友？为了小朋友，好，赶快上来，然后小朋友在后，我在旁边准备哦，我们要一起照相哦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哦，来来来，过来这边，不然请摄影大哥帮你照。来，亲爱的妈咪，亲爱的妈咪来。哦，对不起，刚才那位妈咪我没有给你陀螺，是不是 ？I'm sorry， 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乖，那个谁，哎，那个亲爱的妈咪，你的宝贝在哪里？好，在哪里？来，只有你是不是？来，你来跟我牵牵手，等一下跟妈妈照相好不好？来。还有是，还有哪一个？他不是，真对不起，慌乱中我搞错了。好，你在那边等一下哦，慌乱中我搞错了，你为什么一直往前走？好，妈咪加油啊、哦、哈！你等一下不用动，我带着你的宝贝去找你。来喽，加油哦！妈咪，你看吧，是你不用动哦，加油，你手用力撑一下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好，你头不要动哈、哦，头再来一颗哦。哎，不算不算，很好，我帮你整容一下，很好。
赶快，你看看，呜呼，好棒哦！好，妈咪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OK 了，好的。哦，谢谢，我们的时间到了哈，这是有时间限制的。我们是从新北市三峡区来的三峡定点陀螺队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表演够精彩，要帮我们按赞哦。好，然后如果有去三峡，可以一起来找我们玩哈。就跟你说，跟我说你们去过，哎，这个新北耶诞城跟我们相见过哈。好，请你们最后给我们一点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莅临新北阅读节的活动，感谢。谢谢我们三峡定点陀螺队，喜欢他们的朋友也可以到三峡来走一走，同时还有蓝染艺术文化也可以邀请大家一块来到三峡。好，很快的，我们的新北阅读节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尾声了，邀请大家稍微。